前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赢我。可是，你说我怎么会输呢？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啦！我是烂赌王，一个被西洋地下赌界驱逐的人。准备好了吗？菜、面、汤。你拿什么做赌注？这些人的命怎么样？我不感兴趣。那大赌豪的命你应该也不感兴趣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的组织想要你的牵手玉偶，可我对你的右眼比较感兴趣。二选一。不选，我都要。左眼赌右眼。好 crazy。 游戏很简单，抓牌，谁抓到黑桃 A 谁赢。来，你来找我，我就娶了你。为什么？你太弱了。蔡家的天赋赌术果然被你继承了。大赌豪蔡发达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回去告诉赌魔，他那儿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去找他。游戏越来越好玩了。
你知道一个女人被强亲是个什么感觉？最恶心的是抢亲的还是个男人。说吧，蔡发达人在哪？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蔡发达人在哪儿？尽力了，你整个脸被烧得像个鬼，能整到现在这个程度简直就是个奇迹，用两个字来形容，破费。发达，发达，发达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发达，你这是干嘛？你的心情我没明白，虾哥我也是过来人呀，快下来啊，虾哥我给你煮了一碗海鲜面，下来趁热吃，快下来啊。发达哥哥，你的心情我明白，这饭脸总是会有痛苦的嘛，虾妹我就是过来人啊，你看我可是在有家直播变成网红的，你懂吧？有家的朋友们快刷起来哦，跳楼不容易，还请多多支持哦。发达，我给你找了个心理医生，快点下来。蔡发达，没被炸死已经很不错了，不就是没人知道你是大赌豪吗？是个男人你就给我下来，我数三声啊，三二。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爽过，不用每天被人追着挑战，不用出席各种活动，不用担心再被人绑架，从现在起没有人再会知道我是谁，从今天起我不再是大富豪，我只是我。四哥，喂，王八蛋。喂，师父不是在环球旅行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你被绑架的事儿啊。哎，这件事儿在我这儿已经过去了。那婚礼的事儿呢？也过去了。话说师父也很久没见了，我们快走吧。白痴，给你项链。你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倒是顺眼不少哦。行啊，老头，骑着机车环球旅行够帅的。你爸给你的项链呢？哎呀，来来来，
拿去拿去啊。哎，师傅，你说我这次被绑架会不会跟这个项链有关啊？这条项链叫千手玉偶，其实是把钥匙，集齐五条后将让赌界变得不堪设想，因为他们打开的是足够让赌界疯狂的东西，天下第一赌术。哎呀，这个绑架我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声闻的叛徒，当年的告密者，如今的赌魔。告密者赌魔？千手玉偶材质特殊，只有集齐五块才能将其毁掉，为此我们制定了毁誉行动，赌魔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。赌魔把计划泄露给了暗门，如今也是暗门的领袖之一。拿着吧，他又回来了，恩怨总得了结，生门最后的赌注交给你了。师傅，对了，鼓楼街钟表店有人找你，一会儿你过去一趟。我来帮你修，十分钟，我不是来修表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四位枕土位，算你今天走运，赶上了我的金钱挂时间。说吧，你要找什么人？不知道。好好好，非要这样，时间宝贵，我自己来。一正两反。看来你是来踢馆的喽，还是一正方法。我去，这次你要再踩着我，我就镇店之宝送给你。我来要，非要这样？非要这样。好好好，非要这样。哦，现在是打扫卫生时间，我去打扫卫生喽。来吧，我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赌的。都一样，你想赌什么？赌你个头啊！可以啊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爱赌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来喽。你的赌注是什么？怎么认真？如果我输的话，裸奔。来，我不是跟你说有人等你吗？到底是谁？遇到高手了，自卫者，都会发。三米，全仗。你输了。等等，如果我赢的话，我要许你的赌书。你拿什么做赌注？拿我大赌豪的称号。你能不晃桌子吗？哎，干嘛？增加点气氛不行啊？
你刚才说你是谁？我是蔡发达。你整容了？哎哥，咱俩都十几年没见了吧？20年。你现在这变化可够大的。你更大。我是出了点意外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东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不久不久不久，8年7个月23天是刚刚出现。哦，你看，24天。哈哈哈这么久了，你看看，整天待在这个屋子里也不出去。发霉了，像只老鼠一样。啊，老鼠！从你戴着面具一辈子不敢见人，告诉你这些话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怎么还是经营不好自己的时间呢？我的事和你有关系吗？不和你说话，怎么样？跟我赌一把？没兴趣。当年你不信任我，站在高塔那边。现在的我能不能赢他？你不用回答啊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啊，对了，把你的玉药给我。明天跟我回去，给老婆上炷香。把你的千手玉药给我。我跟你赌一局，等你修养好了，来找我。拔掉一只耳朵，会疼吧？还好，就是愈合的时候有点疼，像一万只蚂蚁在咬着我的眼睛。可惜，我现在没有了眼珠。谁允许你受伤的？对不起，是我把事情给办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可是对不起的应该是他们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把玉偶拿回来的。不是你帮我，是我
帮你。就送到棉三吧，我走了，你们回去吧。老爸，你真的不打算跟霞姨告个别吗？臭丫头，你还是多关心她吧。我们已经打算下个月办婚礼。下个月？疼。下个月。华达，英英我就托付给你了。上次给你的盒子你没拿，我把它放霞姨那儿。师父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那就认真准备喽。华达，还因为你哥的事不开心啊？没有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找你哥聊聊。我还没想好呢，我只想静静。那你还打不打算跟我结婚啊？哎，你看你又来了。不是，我就问你要还是不要，有那么困难吗？你等我先把眼前事处理完再说，好吧？蔡发达，你欠我个婚礼啊。我知道了。你找我？你和老妈走以后，老爸就再也没有笑过。他临走生活的遗愿，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。他怎么想，与我无关。我理解你哥。我想了想。还是你把玉友留给我吧。凭什么？我跟你赌，用你的玉友，用我的一切。你想要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你带着玉友跟我走，远离这场争斗。我拒绝。我一直以为大赌豪是个什么了不起的称号，现在看来你不过是个懦夫。哥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拿着玉王去跟赌博赌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只要玉王而不要你命？我从来不关心别人想要什么，我只知道自己想赢什么。那你想赢什么？天下第一赌术。兄弟20年没见，天下第一赌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随便你怎么想。还有，如果你真的要逃，留下你的狱友，你不配。这一代最有范儿的搓背师傅了，啊！我以前是模特。哎呦，您这手艺还真不错。嗯，只有用心才能搓出最好的背。对，用心使劲，搓出一个未来。哎！Ah!
我以为蔡科长会跟你一起来的。你们兄弟间的感情也不过如此啊。原本如此。我赌你手里的玉偶。下课
哎，你真把我当成生命恋人？那你想要什么呀？跟我说了，你把这个拿走，人我就带走了。你快死我吧！我是毒魔，你想要我怎样，我就怎样啊！放了他！你说的我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不做生意！放了他！蔡仁，你杀了我呀！你还想杀我？蔡仁，我等着救你啊！给我！放了他，演给你。死者，没有人给我做手，没有人可以看得起我，没有人。断你的气了！你要谁啊？带着你的走。我等你的信号。走。蔡方长，十天之后我再给你赌一次，赌住吗？只有通过红旗山庄主人的测试，才能拿到那块玉楼。你一定要小心。知道了，小姨。这件事儿，要不要等你师父回来了再处理？我被绑架，被追杀，是因为我是大哥好，我怕连累其他人，所以
当我不是大土豪了以后，我选择了逃避退让，但是我终于明白了，敌人他不会因为你是不是大土豪而消失，而是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你，所以我必须站出来，为了我们所有的人，我绝不退让。这里是无锡山庄，想走过去必须过山关，我独影就是第一关。马达马达的你，我这一关考察你的眼力。找到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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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他。等等，刚才只是考察你的运气，看来你的运气不错哦。哎呀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还是找到这张黑桃 A， 么的么的的念。说话，中中中，算你晕了，过关。
没关系，我杀光了所有想跟我抢衣服的人。全是六。六六三十六，独宰最无敌。想不到你也知道我的名号。上面写着，这是念珠。嗯。做人有时候也不要太真诚。泥珠关怎么过呀？眼力好，不知道手速如何。我是第二个，开十枪，全接住，算你赢。还好全是病人的伤情比较复杂，外伤基本上已经痊愈了，什么时候清醒现在我们还真的不好判断。您看一下，在这签个字吧。十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发达说不管他没有拿到玉偶，他都会去找毒魔的。牛家的朋友们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平时对人特别的冷漠，但是我知道那都是假的，都是他装出来的，他只是想保护大家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快点回家。回目一笑北眉生，六宫粉黛无盈色，清禅地久有时间，赤恨绵绵无绝期。我是赌帝，这是最后一关了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这位大婶，你这关怎么过噻？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！我需要跟你赌啊！英雄气短，儿女哎，怎么走了呢？看来就是定力不行。什么？啊，崔爸爸，赌局中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心神。我这支舞看完，就算你赢。看来这真的是电力不行啊。不是，看到了你的舞蹈让我想起了我的舞蹈。
算你赢，算你赢，算你赢。是你呀、啊？是我。刚才那些是什么人呢？镇中人。赌局本来就是现实与虚幻的选择，你能走出无锡山庄，很强。这个是我师父让我交给你的。高退这个老头子，终于把表还给我了。现在可以把你的镇店之宝给我了吧？我们上一次的赌局还没有结束呢。看来你很不想让我去找赌博对赌吗？如果我赢了，请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如果我输了，也请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听什么？我输了，也许你就赢了。还有，你可以叫他西先生。能一直活那么长时间，你也有点意思啊，西先生。你是发了霉的老鼠，难免话多了一点。哦，不过我很佩服你的，敢一个人来面对我。你真是很有种啊 ！No！谁说他一个人？这个画面太感人了。快哥，你说赌墨这小子摘了面具之后还是挺好看的啊？还行吧。想起东南北，他实在是太没用了。这么有颜值的人，怎么会是一个叛徒？啊，还可以的。我要你们兄弟俩今天都死在这儿！蔡老大，不要让我太失望啊！游戏开始。还行吧，美女，你抽到下下签了。哎，
么样？怕吗？还行吧。可是我很怕，我怕每天早上醒过来被找到怎么办？万一赌的时候我输了怎么办？再完了，狗腿骗了我，他也骗了你呀、啊。都是你自己骗自己。当年师傅给你跟东南北一人一块玉，本来想着聚齐五二就给他销毁，可是你为了追求天下第一赌术而选择成为了一个告密者。天下第一，天下第一，你真以为我想要天下第一这个虚？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疼吗？还好。可惜，你的右眼不是我挖出来的，所以这次我要亲手挖了你的左眼。如果你输了，离开这儿，永远不要再出现。好，一局定输赢。规则很简单，一人手上三张牌，我两张 King 一张王，你两张 King 一张 S。你的 S 对上我的王，就算你赢。赌界管这个游戏叫做复仇者游戏，而今天我更愿意将它逆生。就这么简单是吧？哎，其实更简单，因为你是客人，所以这一局我让着你。萧英跟夏哥给我放。选一个砍下去，不然死个全毒。
我对你很失望，这么快输光了。可以送你一个赌注。上次我没炸死，那你猜他们俩运气会不会这么好呢？这次降低点难度。和上次一样，玩骰子，谁的点数小，谁赢。就给你点时间，哦，谢到了。你倒是选呢。我都为你带来麻烦，为什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？他多好，我不配，不配。对不起，就让我陪着你们吧。爹娘，刚才那些是什么人呢？
慎重人。赌局本来就是现实与虚幻的选择，你能走出无锡山庄，很强。操控镇中人的意识，赢得赌局。看来东南北把主都压在你身上了，西先生，赌局才刚刚开始。我发的牌没了赌阵，我一样赢你。
我根本没有骗你，你总是说别人骗你，是你自己在骗自己。其实我根本没有换牌，是你失去了自己唯一能赢的机会。你还没有资格教训我。我跟东南没有一个约定，你不想听一听吗？他要求我放了你，让你重回生门。西先生，回去吧。我为什么要回去？我为什么要回去？我十年前已经失去所有东西了。那个时候你们关心过我吗？问过我的感受吗？所有人都逼我，我说了我不想参与这一切，有谁听我说话吗？高腿这个老狐狸找到我和哥哥，说什么为了赌姬的未来把义勇交给我们，可结果呢？就是我这样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戴着面具。辛苦我吗？这都是你们圣门带给我的。可赌姬的和平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从来也没有人听我的，从来他们都不在乎我说什么。不赌就好了吗？你错了，齐先生。其实我挺感谢你的，是你让我经历了这一切，我才明白我必须跟你赌，是因为我发现我不能放弃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。晚了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进入赌局，就再也出不来赢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赢了还是输。从一开始就没人告诉我，一场赌局中会赢得什么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可能只是想得到本该拥有的平淡的生活，没有背叛，没有欺骗，没有输赢。我们站在了赌局的两边，就像你说的，
停不下来了。也许如果没有开始，可能不会这么糟糕吧。一起去看大土豪吧。大土豪是吧？滚。喂，莹莹，发呆和妍在广场上堵起来了，你快点过来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跟我走。My life is burning, my love is pure. I've saw the angel, I've loved her soul. She's my man, the sovereign. She is what I better meant. But I won't lose all sleep on now, 'cause I've got a hand. You are beautiful, you are beautiful.你们干嘛开演唱会啊？不是你穿成这样不会要跟我求婚吧？不是，我可以等的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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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莹莹，之前我没准备好，没有勇气，是吧？照顾不好你，所以我总让你一等再等。可有那么一刻，我发现我真的要失去你了。当时我感觉到，我蔡发达生命中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将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，甚至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的生活不会如此的充满惊喜。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。莹莹，我爱你，我想照顾你，呵护你，一直到老。莹莹，别再犹豫了，嫁给他，快点答应他吧，嫁给他。
西顿山河淡色阔，有种羞恨的气魄，红颜薄性本恶，难敌金钱的妖惑，战胜我的心魔，让迷失的灵魂找回了自我，燃烧我的魂魄，让我重生在这疯狂涅槃之火，直播红颜一笑，千金会散掉，正所谓不疯不魔，便不能成佛，此生便白活，不是人间烟火，是否会快乐？阿弥陀佛，左手名利，右手财色，两手皆抛命可我，论天涯落无挂念我。哎呀，不要踹！